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。哦，天哪，差点出大事！怎么了，特里？没什么事，就稍稍碰了一下而已。小心点哦。知道了，还是快帮我卸货吧。哎呀，有个弯道，看来得减速了呀。怎么回事？停不住了！今天要送的包裹可真不少啊！快闪开！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明天再来。好。让一让！天哪！哦，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。嘟嘟嘟嘟哒哒哒哒，嘟嘟嘟！快让开！对不起，谁来帮我停下来？天哪，出大事了，我得赶紧去报警。有电话。您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你好，凯普。小军，不得了了，特里很危险。怎么了？可以说的详细点吗？紧急集合，紧急集合！特里一边喊着帮他停下车，一边在镇上疾驶，可能是刹车出了问题，请大家立即赶赴现场。是，小军。搜索一下特里的准确位置。知道了。谁来救救我呀？找到了。伯利，特里驶离了高速公路，正往石头桥七号路开去。知道了，海利。伯利，我们从二号公路走，这样能更快地到达石头桥七号路。好，我们走二号公路去截住特里。海利，我们在那边等着你。你继续跟踪，观察特里的状况。知道了。特里，海利，我停不下来了，快救救我！别担心，特里，救援队正在赶过来呢。你要冷静，稳住方向。知道了，很危险，特里正在下坡道上。收到，罗伊、安巴，准备好了吗？是的。闪开！准备。特里，现在没事了。太好了。
什么？烦人的青豌豆，木脑壳消防车，不听人话的啰嗦鬼，爱管闲事的救护车。小娟，你别笑了。啊，知道了，抱歉。不过我们也不能放任坎普继续这样下去吧。那也没办法，不管怎样他也是小镇的客人。没错，我们只能祈祷他回去之前不要出事。但是万一他要是惹出什么事来该怎么办？哎，没办法，今天夜间巡逻时我们得格外留心了。一个人也没有。好，那我就准备开始露营喽。星星、月亮、清风，多么浪漫！你们见过吗？布鲁姆斯丛林的夜空，星星、月亮，还有我，在这个青草芬芳的浪漫天堂。嗯。这是什么气味啊？妈呀！啊！疼疼疼疼疼疼！天哪！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露营场发生山火，请全体队员立即出动。是，小娟。赶紧行动。哇，这是难得的独家新闻。啊，坎普，不要出来。稍等，我就拍几张。快进去，坎普。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。小心。坎普，快点进去！波利，没事吧？不用管我，大家还是赶快灭火吧。好，其余的我们来处理，大家走吧。哎，尤克里里都烧坏了。但是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谢谢大家。还有，对不起，要是当初我听从你们的劝告，这些树就不会被烧掉，波利也就不会受伤。我没事，不过这些树只怕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原样了。我真是犯了一个大错。坎普，今后无论去哪里旅行，都要爱护一草一木，也要诚恳地对待当地的人们，这样你才能交上更多的朋友，从而在旅行中得到更多的乐趣。没错，这样的话，坎普一定能够成为一名更棒的旅行家。我记住了，谢谢你们给我上了这么宝贵的一课。
啊，怎么会停了呢？哎，啊，好黑呀，啊，怎么突然停电了？司徒奇，帮帮忙啊！司徒奇，我来了！司徒奇，快帮帮我们，我们都动不了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可怕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大伙儿，我们都有救了。预报说西部会刮来大风，通过风力的发电机，我们就可以临时解决电力的问题了。真的吗？怎么回事，小军？看来总部的应急电力也用完了。糟糕，好像控制系统出问题了，风力无法识别风向。那么就算风来了，不也没有用了吗？那怎么办？这可是唯一的希望了。还不能放弃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去看看有没有转动发电机的办法。是啊，也许我们还有希望。至少要试一试。好吧，不过大家要抓紧时间，马上就要起风了。是，小娟。好像没电了，我感觉现在已经走不动了。你说什么？就在刚才，我把电量分了一些给波斯提。别管我了，你们快去吧。你确定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，马上就要起风了，再不抓紧就要错过机会了。好办吧，我们一定会回来接你的，就在这里等着我们。我会的。风车的朝向都是错的，看来我们得手动调整风叶了。海丽，能做到吗？没问题。嘿，海丽，你没事吧？糟糕，我的电力也不够了。罗伊，把我们的电力分给海丽吧。好的。不可以。那你们就都动不了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考虑别的方法了，只能这样了。海丽，你可以吗？我会努力的。好了。海丽，马上就要起风了。9 8 7 6 5 4 3 2 1，海丽，可以了。怎么不转呢？是我弄错了吗？转了。
去和真的救援队员一样。真的吗？嗯，本妮，我们去码头看看好吗？为什么？那里说不定有需要你帮忙的车呢。要是看到有遇难的车，你就可以帮助他们了。这么说，我现在成为一名真正的救援队员了？哇，很好，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救援队了。我是全世界最快的 Polly。 那我就是安巴。我是罗伊。我们五四救援队向码头出发。出发。帮帮我。邓普哥哥，帮帮我。看来遇到麻烦了。怎么办呢？大家别慌，这说不定就是我们的第一项任务。先过去看看情况。是你们呢。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你们来的正好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动不了了，你们帮我叫一下救援队好不好啊？报警吗？不需要报警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请您稍等一会儿，我们会把您救出来的。本妮，开始吧。知道了。你要干嘛，本妮？太重了，一点都拖不动。本妮，你还是赶紧取下挂钩吧。知道了。怎么办？取不下来了。什么？糟了，桥马上就升起来了。赶紧叫救援队吧。知道了，走吧，陆迪。本尼被困在吊桥上，但吊桥升起来了，请大家立即赶往吊桥。是，小军。本尼，别乱动。求你们下救。救命啊。怎么办啊？邓普，救命啊，波利！罗伊，必须阻止桥降落。好，嘿，脱险了！海莉，把本尼拉上去。好的。波利，缝隙太窄了，这样没有办法救出本尼的。那我们再抬一下桥，你趁机把本尼救出来。
库比，今天晚上我就要弄个明白。没什么异常嘛。出来了。跑得这么起劲儿，斯库比，危险！这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。这次是惊奇路，这么看来和斯库比白天描述的梦境是一样的嘛？在梦里，我经常会惊险地走过猫头鹰森林的铁桥。还穿过一条充满荆棘的小路，不知不觉的就走向一片沼泽地。哇，接下来就是沼泽地了，斯库比！停车！斯库比，快停下！不能这样下去了，停车！斯库比！天哪，他正在睡觉。大家抓紧时间。嘿，这，我们必须在斯库比醒来之前完成救助。安巴，你给我们喊一二三，我们同时发力。知道了。海莉，帮我们照亮事故现场。知道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喊到三，一起拉。一。沼泽了，我们正在救你呢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刚才明明是在做梦呢。斯库比，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的，你要相信我们，再坚持一会儿。知道了。罗伊，我们重新使劲往外拽。好。什么？梦游症？梦游症是什么呀？梦游症就是睡眠中爬起来行动的一种病，它一般发生在压力过大或者睡眠不深的人身上。哇，难以置信，我还以为是做梦，原来都是亲身经历的事实。难怪你身上会有那么多不明原因的伤痕。原来他们所说的斯库比每晚出来玩耍的传闻也是因为梦游症喽。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一周以前吧。那天早上因为闹钟坏了没响，所以我睡过头了。我要迟到了，我担心孩子们上学迟到，心里特别着急，所以我拼命地往停车站点赶。那次事故以后，我就开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。那天要不是闹钟坏了，我就不会迟到，要是没迟到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。好像就从那时候开始做噩梦的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每天晚上出去瞎跑的话。别担心，斯库比，梦游症是可以治疗的。真的？当然啦。
你肯定以为总有别的路可以回家是吗？凯普，你回不去了，更不要说开什么派对了。我们到了，威勒爷爷。谢谢你，凯普。不用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慢走。得快点回去准备派对喽。呵呵呵呵。什么时候封路了？没办法，只好走隧道了。全天都要施工，这下可糟了，那边封路了，这边也走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对了，那就走海鸥崖好了。嘿，看起来好险呢。我怎么也爬不上去了，谁来帮帮我？有人在吗？到底搬到哪儿去了？哦，找到了。斯普奇，你搬到哪里去了？好消息，我找到斯普奇的家了，我把请柬给他送过去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回总部了。凯普，你现在一定是急得不得了了吧。斯普奇。海莉，哎呦，终于找到你了，给。这不是凯普发来的请柬吗？是啊，昨天波斯提去送件的时候发现你搬走了，所以就没能交给你。原来是这样。海莉，出大事了，我好像犯了个天大的错误。什么错误？就算再怎么生气也不应该开这种玩笑。你说凯普会去哪儿呢？应该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还是去海鸥崖那边看看好了。海鸥崖那边？我要是凯普的话，为了不迟到肯定会走那边的。我自己看看好了。等等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那里经常会有落石，很危险的，你在这里等我吧，一会儿见。海莉，拜托啦。凯普，你在哪儿？凯普，快来人呐。找到了。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，出什么事了？小娟，刚才收到海莉的报告，她说凯普在海鸥崖出事了，请大家立即赶往现场。是，小娟。海莉，我好怕呀。你要别担心，救援队一会儿就到了。别担心，凯普，我们马上就来，你们两个再稍微坚持一下。知道了。听我说，我下去把卡住的轮胎试着挪开，你们负责把凯普拉上来。知道了。罗伊，潘巴，拉住。没问题。好的，那我就敲碎岩石把轮胎拉出来，开始喽。拉吧，放慢一点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凯普，就算不幸的游子很可怕，可是每次经过这条路时，我们也不能总是一起结伴走吧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可不敢自己走这条路了。看来凯普被吓得不轻啊，我也觉得有点害怕。我也是，感觉会有什么跳出来似的。大家镇静，我们有四个人，他应该不敢随便乱来的。也不知道救援队打算怎么处置不幸的游子。怎么回事？不会是你的诅咒生效了吧？什么？等一下，什么声音呢？让开！别过来！不许对我们实施诅咒！我们小脸皮，我要过去，给我让开！为什么我会长成这个样子呢？闸门漏水了，怎么办呢？如果堤坝坍塌了，整个小镇都会被淹没的。水势太猛了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快来人呐！这个嘛，有人在吗？救命啊！从哪里传来的声音？特瑞奇在水库的那边。天哪，特瑞奇正在用身体堵着快要垮掉的闸门。什么？海莉，你先过去帮助特瑞奇。好的。我们也抓紧时间吧。谁？我是救援队的，大家很快就来，你要挺住。好的。安巴，你去堵住闸门，不要让它垮掉。等特瑞奇让出来后，罗伊用适当的岩石堵住洞口。好的。特瑞奇，准备好了，波利。我也准备好了。特瑞奇，现在慢慢的退出来吧。罗伊，快点！马上就准备好了。特瑞奇，是你救了我们的小镇。太谢谢你了，特瑞奇。没什么好感谢的，我只是担心淹了我的地儿才那么做的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特瑞奇。其实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想和你做个朋友的。朋友？是啊，你就对我们敞开一点心扉吧，让我们能和你做朋友。不用了，反正我知道你们大家都讨厌我。那是因为大家都不了解你，我觉得你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，相信我。没错，泡莉说的对，就让我们大家看看你的真面貌吧。是啊，特瑞奇，鼓起勇气来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可是我特瑞奇，快出来吧！我们是做朋友了，特瑞奇。今天不会还不出来吧？我也想见见特瑞奇。特瑞奇，要是你还没有勇气面对大家的话，我们改天再来好了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出去。我也要出来了。看，大家好，我叫特瑞奇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很高兴认识你，特瑞奇。见到你很高兴，特瑞奇。我还以为你们看到我的大手会吓一跳呢。不会的，特瑞奇，你跟传说的完全不一样。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真的对不起。真对不起，特瑞奇。没有，现在你们能理解我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你能对我们敞开心扉，我们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不管怎么说，特瑞奇，欢迎来到我们小镇。欢迎来到我们小镇。谢谢大家。还没有，别太担心了，应该马上就会平安归来的。哟吼，
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！嘿嘿，海丽，嘿嘿，怎么样？我帅吧？啊！螺旋桨哪里去了？这个车轮又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嘛，这是个秘密。还说什么秘密？还不赶快给我站住！海丽，站住！哎，等等，朋友们，海丽！啊哈哈！原来在跑道上奔跑这么好玩儿！哟呼！没事吧？我的尾翼好像断掉了。什么？海丽，海丽，你真是的。起来了，我的身体真的飞起来了。呀呼！朋友们，快看我！呀呼！我这是在做梦吗？不是，不是梦。白龙阿姨，你看，坎普正在空中飞呢。什么？哎，白龙阿姨您好，今天天气真不错，对吗？真不知道今天大家这都是怎么了。坎普，快下来，看上去太危险了。你快下来吧。我没事，安全着呢。我再飞得高一些吧。耶呼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救命啊！啊，坎普！然后呢？安装上新螺旋桨之前，海丽只能待在这里了。因为没有螺旋桨，海丽无法飞。无法飞的话，就不能变身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！不过海丽，你的车轮是谁给你的？我用我的螺旋桨跟坎普换来的。坎普？坎普竟然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！唉，反正新螺旋桨快到货了，在此之前你安稳地待在这里吧。百乐阿姨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小俊，坎普安装了一个奇怪的螺旋桨，在天上飞着飞着突然掉到仓库屋顶上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朋友们，孩子们的情况十分紧急。别担心，小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了。试一下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哦，来了。百乐阿姨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朋友们，快来救救我！安巴，你铺一下安全气垫。罗伊，你准备一下吊车。好的。嘿。快，快来救救我！坎普，冷静一点，奥利，得快点才行，坎普马上要掉下来了。快到了。侯里，怎么了？伙伴们，我无法靠近坎普，因为我如果再往前一步，屋顶就要塌了。朋友们，海丽，你马上把坎普挂到吊车上面。坎普，没事的，坎普。罗伊，慢点往下放。好的。好了，我得救了。
让我站住我就站住吗？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是雪影，放过我八旗。马哥，小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朋友们，有紧急情况，在野生动物保护区西侧捕捉到了遇难信号，信号很弱，我现在把位置传给你们，请救援队的朋友们马上搜查一下。别担心，小娟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树林里面好像有朋友需要我们帮忙，我们先去救援，然后再去寻找偷猎者。知道了。信号马上就要消失了，我们得加快速度。差不多就是这里了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啊，朋友们，找到了，在这边。看那儿，在悬崖的下面。我和海丽下去了解一下情况，你们在这里待命。走吧，海丽。好。看上去没有任何动静啊。我们得抓紧时间。这两个家伙是？我看到两个家伙，两个都是山地越野车，其中一个是黄色的，看上去非常敏捷，另一个是橘黄色，背上还背着一个轮胎。霍利，稍等。怎么了，海丽？我觉得这两个好像就是偷猎者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跟我碰到的那位朋友所描述的样子完全一致。什么？仔细看看，肯定有可疑之处的。是捕兽器。看吧，他们就是偷猎者，我们必须马上抓住他们。听说这两个家伙很会撒谎，而且力气超大。尽管如此，那也必须把他们安全地救上去再说。你快上去，马上准备一下，开始救援。好吧。好了，罗伊，慢慢的往上拽。好的。好了，你们证明一下看看，你们到底是谁？好，现在正式介绍一下自己。救援队队员，我是马克，我是八旗。原来真的是救援队的。对不起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，请你们理解。没关系，换做我们也会那么做的。不过我们还是要谢谢大家帮助我们。没错，能认识你们这么优秀的救援队员，真的很高兴。我们也很高兴。那个朋友又是谁呀？你说哪个朋友？就是那个跟我说你们两个是超级大坏蛋的那个朋友。你也跟我们一样被波切耍了吧？波切，他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偷猎者。其实我们俩就是因为追波切才遭遇事故的。是吗？那个叫波切的家伙看来不是很容易对付啊。没错，他很会撒谎，非常善于四处逃窜，而且使用了无法预测的武器，害得我们陷入困境。所以看到你们被他暗算也不觉得吃惊，因为我们已经遭遇好几次了。真不像话，坏蛋就在我眼前，我就把他放走了。你再敢出现在我面前试试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波切！山路真的很不好走呢。小娟，什么事？波利，
马克，刚才充电站报警说发现了疑似波切的车辆逃离。什么？如果那辆车真是波切，他肯定会逃到森林里去的。好的，我们马上搜索森林。如果你们需要帮助，请联系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尽力配合的。好的，谢谢波利。看来我们必须协助他们一起搜查了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反正波切会到这里来的。我们就在这里等着波切现身，然后把他抓住就行了。但是我们的对手可是波切，我担心朋友们会受到意外伤害的。在这里等着，抓住他就等于瓮中捉鳖。海莉，发现什么没有？没有啊，找到了。波利，波切刚才进了森林。将位置传送给我，大家加快速度。波切，马上站住！这些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竟敢来妨碍我！大家当心！伙伴们还好吗？别担心我们，赶紧抓住波切。好的，海莉，快跟我来。放心吧。站住，波切！切。难缠的家伙，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，山岳救援队也在追捕你。真搞笑，他们已经被我打败了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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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助完毕。Polly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多亏你们帮忙，否则 Polly 就危险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不过现在怎么办？罗伊和安巴也受伤了，波切也跑掉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发现了波切的藏身之处。什么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我们其实是想自己去解决这件事而已啊。没错，而且我们没有想到你们会遇到这样的麻烦。哼，这太让我们心寒了。海莉，他们也是有苦衷的，现在知道了波切的藏身之处了，我们赶紧去那里看一看吧。现在开始，让我们齐心协力解决问题。就是这个洞穴，好像还没回来呢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，我在洞穴附近做了记号，这样波切来的话我们就能知道。不错哦。波切出现了，请大家各就各位。就现在，波利，波切。谁？你是谁？想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布鲁姆斯小镇救援队的波利。就此收手吧。放开我，臭家伙。好久不见，波切。你既然抓走了无辜的小鹿，这次绝对不会让你逃脱的。用这种小细绳子怎么可能抓住我？朋友们，马克、巴奇、波利，没事吧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快去追波切。想抓我有那么容易吗？站住，波切！这次你不可能再逃掉了。我们不会退缩的。罗伊、安巴，来的正是时候。这帮家伙真是……让开！再不让开，我就发射武器了。偏偏这个时候。赶紧束手就擒吧，没电了你也跑不了多远。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束手就擒。站住，波切。帮帮我。愚蠢的家伙，自己挖坑自己跳。快把我拽上去，把我拽上去。斯库比，
今天晚上我就要弄个明白。没什么异常嘛。出来了。跑得这么起劲儿！司库比，危险！这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。这次是荆棘路，这么看来和司库比白天描述的梦境是一样的嘛？在梦里，我经常会惊险地走过猫头鹰森林的铁桥。还穿过一条充满荆棘的小路，不知不觉的就走向一片沼泽地。哇，接下来就是沼泽地了，司库比！停车！司库比，快停下！不能这样下去了，停车！司库比！天哪，他正在睡觉。在司库比醒来之前完成救助。安巴，你给我们喊一二三，我们同时发力。知道了。海莉，帮我们照亮事故现场。知道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喊到三，一起拉，一二三。一二三。一二三。小心。救命啊！这是噩梦！司库比，抓紧精神，这不是噩梦！什么？你说这不是梦？司库比，安巴，你陷入沼泽了，我们正在救你呢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刚才明明是在做梦呢。司库比，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的，你要相信我们，再坚持一会儿。知道了。罗伊，我们重新使劲往外拽。好。什么？梦游症？梦游症是什么呀？梦游症就是睡眠中爬起来行动的一种病，它一般发生在压力过大或者睡眠不深的人身上。难以置信，我还以为是做梦，原来都是亲身经历的事实。难怪你身上会有那么多不明原因的伤痕。原来他们所说的司库比每晚出来玩耍的传闻也是因为梦游症喽。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一周以前吧。那天早上因为闹钟坏了没响，所以我睡过头了。我要迟到了。我担心孩子们上学迟到，心里特别着急。所以我拼命地往停车站点赶。那次事故以后，我就开始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。那天要不是闹钟坏了，我就不会迟到。要是没迟到，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。好像就从那时候开始做噩梦的。现在我该怎么办？每天晚上出去瞎跑的话，别担心，司库比，梦游症是可以治疗的。真的？当然啦。凯普，
就算不幸的游子很可怕，可是每次经过这条路时，我们也不能总是一起结伴走吧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可不敢自己走这条路了。看来凯普被吓得不轻啊，我也觉得有点害怕。我也是，感觉会有什么跳出来似的。大家镇静，我们有四个人，他应该不敢随便乱来的。也不知道救援队打算怎么处置不幸的游子。怎么回事？不会是你的诅咒生效了吧？什么？等一下。什么声音呢？让开！别过来！不许对我们实施诅咒！我们小李，我要过去，给我让开！为什么我会长成这个样子呢？闸门漏水了，怎么办呢？如果堤坝坍塌了，整个小镇都会被淹没的。水势太猛了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快来人呐！这个嘛，有人在吗？救命啊！从哪里传来的声音？嘿。特瑞奇在水库的那边。天哪，特瑞奇正在用身体堵着快要垮掉的闸门。什么？海莉，你先过去帮助特瑞奇。好的。嘿，我们也抓紧时间吧。谁？我是救援队的，大家很快就来，你要挺住。好的。安巴，你去堵住闸门，不要让它垮掉。等特瑞奇让出来后，罗伊用适当的岩石堵住洞口。好的。特瑞奇，准备好了，波利。我也准备好了。特瑞奇，现在慢慢的退出来吧。罗伊，快点！马上就准备好了。特瑞奇，是你救了我们的小镇。嗯，太谢谢你了，特瑞奇。没什么好感谢的，我只是担心淹了我的地儿才那么做的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特瑞奇。其实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想和你做个朋友的。朋友？是啊，你就对我们敞开一点心扉吧，让我们能和你做朋友。不用了，反正我知道你们大家都讨厌我。那是因为大家都不了解你，我觉得你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，相信我。没错，泡莉说的对，就让我们大家看看你的真面貌吧。是啊，特瑞奇，鼓起勇气来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可是我特瑞奇，快出来吧！我们就做朋友了，特瑞奇。今天不会还不出来吧？我也想见见特瑞奇。特瑞奇，要是你还没有勇气面对大家的话，我们改天再来好了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出去。我也要出来了。看，大家好，我叫特瑞奇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很高兴认识你，特瑞奇。见到你很高兴，特瑞奇。我还以为你们看到我的大手会吓一跳呢。不会的，特瑞奇，你跟传说的完全不一样。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真的对不起。真对不起，特瑞奇。没有，现在你们能理解我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你能对我们敞开心扉，我们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不管怎么说，特瑞奇，欢迎来到我们小镇。欢迎来到我们小镇。
谢谢大家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。哦，天哪，差点出大事！怎么了，特里？没什么事，就稍稍碰了一下而已。小心点哦。知道了，还是快帮我卸货吧。哎呀，有个弯道，看来得减速了呀。怎么回事？停不住了！今天要送的包裹可真不少啊！快闪开！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明天再来。好。让一让！天哪！哦，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。嘟嘟嘟嘟哒哒哒哒，嘟嘟嘟！快让开！对不起，谁来帮我停下来？哦天哪，出大事了，我得赶紧去报警。有电话。您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你好，凯普。小军，不得了了，特里很危险。怎么了？可以说的详细点吗？紧急集合！紧急集合！特里一边喊着帮他停下车，一边在镇上急驶，可能是刹车出了问题，请大家立即赶赴现场。是，小军。搜索一下特里的准确位置。知道了。谁来救救我呀？找到了。伯利，特里驶离了高速公路，正往石头桥七号路开去。知道了，海莉。伯利，我们从二号公路走，这样能更快地到达石头桥七号路。好，我们走二号公路去截住特里。海莉，我们在那边等着你。你继续跟踪，观察特里的状况。知道了。特里，海莉，我停不下来了，快救救我！别担心，特里，救援队正在赶过来呢。你要冷静，稳住方向。知道罗伊、安巴，准备好了吗？是的。闪开！准备！
特里，现在没事了。太好了。丹尼，你看上去和真的救援队员一样。真的吗？本尼，我们去码头看看好吗？为什么？那里说不定有需要你帮忙的车呢。要是看到有遇难的车，你就可以帮助他们了。这么说，我现在成为一名真正的救援队员了？哇，很好，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救援队了。我是全世界最快的 Polly。 那我就是安巴。我是罗伊。托罗姆斯救援队向码头出发。出发。帮帮我。邓普哥哥，帮帮我。看来遇到麻烦了。怎么办呢？大家别慌，这说不定就是我们的第一项任务。先过去看看情况。是你们呢。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你们来的正好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动不了了，你们帮我叫一下救援队好不好啊？报警吗？不需要报警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请您稍等一会儿，我们会把您救出来的。本尼，开始吧。知道了。你要干嘛，本尼？太重了，一点都拖不动。本尼，你还是赶紧取下挂钩吧。知道了。怎么办？取不下来了。什么？糟了，桥马上就升起来了。赶紧叫救援队吧。知道了，走吧，陆迪。紧急呼叫，紧急呼叫，邓普和本尼被困在吊桥上，但吊桥升起来了，请大家立即赶往吊桥。是，小军。本尼，别乱动。求你们下救。救命啊。怎么办啊？邓普，救命啊，波利！罗伊，必须阻止桥降落。好，嘿，脱险了！海莉，把本尼拉上去。好的。波利，缝隙太窄了，这样没有办法救出本尼的。那我们再抬一下桥，你趁机把本尼救出来。知道了。
你肯定以为总有别的路可以回家是吗？凯普，你回不去了，更不要说开什么派对了。我们到了，威勒爷爷。谢谢你，凯普。不用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慢走。得快点回去准备派对喽。什么时候封路了？没办法，只好走隧道了。全天都要施工，这下可糟了，那边封路了，这边也走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对了，那就走海鸥崖好了。嘿，看起来好险呢。我怎么也爬不上去了，谁来帮帮我？有人在吗？到底搬到哪儿去了？哦，找到了。斯普奇，你搬到哪里去了？好消息，我找到斯普奇的家了，我把请柬给他送过去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回总部了。凯普，你现在一定是急得不得了了吧？斯普奇。海莉。哎呦，终于找到你了。给。这不是凯普发来的请柬吗？是啊，昨天波斯提去送件的时候发现你搬走了，所以就没能交给你。原来是这样。凯莉，出大事了，我好像犯了个天大的错误。什么错误？就算再怎么生气也不应该开这种玩笑。你说凯普会去哪儿呢？应该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还是去海鸥崖那边看看好了。海鸥崖那边？我要是凯普的话，为了不迟到肯定会走那边的。我自己看看好了。等等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那里经常会有落石，很危险的。你在这里等我吧，一会儿见。海莉，拜托啦。凯普，你在哪儿？凯普，快来人呐。找到了。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。出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刚才收到海莉的报告，他说凯普在海鸥崖出事了，请大家立即赶往现场。是，小娟。海莉，我好怕呀！别担心，救援队一会儿就到了。到了。别担心，凯普，我们马上就来，你们两个再稍微坚持一下。知道了。听我说，我下去把卡住的轮胎试着挪开，你们负责把凯普拉上来。知道了。罗伊，潘巴，拉住。没问题。好的，那我就敲碎岩石把轮胎拉出来，开始喽。拉吧，放慢一点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
让我站住我就站住吗？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是雪影，帮帮我发起马克。小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朋友们，有紧急情况，在野生动物保护区西侧捕捉到了遇难信号，信号很弱，我现在把位置传给你们，请救援队的朋友们马上搜查一下。别担心小娟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，树林里面好像有朋友需要我们帮忙，我们先去救援，然后再去寻找偷猎者。知道了。信号马上就要消失了，我们得加快速度。差不多就是这里了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啊，朋友们，找到了，在这边。看那儿，在悬崖的下面。我和海丽下去了解一下情况，你们在这里待命。走吧，海丽。好。看上去没有任何动静啊。我们得抓紧时间。这两个家伙是？我看到两个家伙，两个都是山地越野车，其中一个是黄色的，看上去非常敏捷，另一个是橘黄色，背上还背着一个轮胎。狐狸，稍等。怎么了，海丽？我觉得这两个好像就是偷猎者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跟我碰到的那位朋友所描述的样子完全一致。什么？仔细看看，肯定有可疑之处的。是捕兽器。看吧，他们就是偷猎者，我们必须马上抓住他们。听说这两个家伙很会撒谎，而且力气超大。尽管如此，那也必须把他们安全地救上去再说。你快上去，马上准备一下，开始救援。好吧。好了，罗伊，慢慢的往上拽。好的。好了，你们证明一下看看，你们到底是谁？好，现在正式介绍一下自己。我们是山岳救援队队员，我是马克，我是巴奇。原来真的是救援队的。对不起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，请你们理解。没关系，换作我们也会那么做的。不过我们还是要谢谢大家帮助我们。没错，能认识你们这么优秀的救援队员，真的很高兴。我们也很高兴。那个朋友又是谁呀？你说哪个朋友？就是那个跟我说你们两个是超级大坏蛋的那个朋友。你也跟我们一样被波切耍了吧？波切，他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偷猎者。其实我们俩就是因为追波切才遭遇事故的。是吗？那个叫波切的家伙看来不是很容易对付啊。没错，他很会撒谎，非常善于四处逃窜，而且使用了无法预测的武器，害得我们陷入困境。所以看到你们被他暗算也不觉得吃惊，因为我们已经遭遇好几次了。真不像话，坏蛋就在我眼前，我却把他放走了。你再敢出现在我面前试试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波切。山路真的很不好走呢。小娟，什么事？波利，马克，刚才充电站报警说发现了疑似波切的车辆逃离。什么？
如果那辆车真是波切，他肯定会逃到森林里去的。好的，我们马上搜索森林。如果你们需要帮助，请联系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尽力配合的。好的，谢谢波利。看来我们必须协助他们一起搜查了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反正波切会到这里来的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波切现身，然后把他抓住就行了。但是我们的对手可是波切，我担心朋友们会受到意外伤害的。在这里等着，抓住他就等于瓮中捉鳖。海莉，发现什么没有？没有啊，找到了。波利，波切刚才进了森林。将位置传送给我，大家加快速度。马上站住！这些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竟敢来妨碍我！哎！啊！大家当心！伙伴们还好吗？别担心我们，赶紧抓住波切！好的，海莉，快跟我来！放心吧！嘿！站住，波切！切！难缠的家伙，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，山岳救援队也在追捕你。真搞笑，他们已经被我打败了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波利，小心，下面是悬崖。什么？别动，我把你拽上来。救助完毕，波利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多亏你们帮忙，否则波利就危险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不过现在怎么办？罗伊和安巴也受伤了，波切也跑掉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发现了波切的藏身之处。什么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我们其实是想自己去解决这件事而已啊。没错，而且我们没有想到你们会遇到这样的麻烦。哼，这太让我们心寒了。海莉，他们也是有苦衷的，现在知道了波切的藏身之处了，我们赶紧去那里看一看吧。现在开始，让我们齐心协力解决问题。就是这个洞穴，好像还没回来呢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，我在洞穴附近做了记号，这样波切来的话我们就能知道。不错。波切出现了，请大家各就各位。就现在，波利，波切。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想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布鲁姆斯小镇救援队的波利。就此收手吧，放开我！臭家伙，好久不见，波切。你既然抓走了无辜的小鹿，这次绝对不会让你逃脱的。用这种小细绳子，怎么可能抓住我？朋友们，马克、马奇、波利，没事吧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快去追波切。想抓我有那么容易吗？站住，波切！这次你不可能再逃掉了。我们不会退缩的。罗伊、安巴，来的正是时候。这帮家伙真是……让开！再不让开，我就发射武器了。偏偏这个时候，哈哈，赶紧束手就擒吧，没电了你也跑不了多远。嘿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束手就擒。站住，不行。帮帮我，愚蠢的家伙，自己挖坑自己跳。快把我拽上去，把我拽上去。什么烦人的青豌豆、木脑壳消防车、不听人话的啰嗦鬼、爱管闲事的救护车。
小娟，你别笑了。啊，知道了，抱歉。不过我们也不能放任坎普继续这样下去吧。那也没办法，不管怎样他也是小镇的客人。没错，我们只能祈祷他回去之前不要出事。但是万一他要是惹出什么事来该怎么办？哎，没办法，今天夜间巡逻时我们得格外留心了。嗯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好，那我就准备开始露营喽。星星、月亮、清风，多么浪漫！你们见过吗？布鲁姆斯丛林的夜空，星星、月亮，还有我，在这个青草芬芳的浪漫天堂。嗯。这是什么气味？妈呀！啊！疼疼疼疼疼疼！天哪！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露营场发生山火，请全体队员立即出动。是，小娟。出来。行动，哇，这是难得的独家新闻。啊，坎普，不要出来，稍等，我就拍几张。快进去，坎普。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。小心。坎普，快点进去！哈利，没事吧？不用管我，大家还是赶快灭火吧。好，其余的我们来处理，大家走吧。嗯。哎，尤克里里都烧坏了。但是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谢谢大家。还有对不起，要是当初我听从你们的劝告，这些树就不会被烧掉，普利也就不会受伤。我没事，不过这些树只怕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原样了。我真是犯了一个大错。坎普，今后无论去哪里旅行，都要爱护一草一木，也要诚恳地对待当地的人们，这样你才能交上更多的朋友，从而在旅行中得到更多的乐趣。没错，这样的话，坎普一定能够成为一名更棒的旅行家。嗯，我记住了，谢谢你们给我上了这么宝贵的一课。啊，怎么会停了呢？哎，
好黑呀、啊！怎么突然停电了？司徒奇，司徒奇，帮帮忙啊！司徒奇，我来了！司徒奇，快帮帮我们！我们都动不了了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可怕了！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伙儿，我们都有救了。预报说西部会刮来大风，通过风力的发电机，我们就可以临时解决电力的问题了。真的吗？怎么回事，小娟？看来总部的应急电力也用完了。糟糕，好像控制系统出问题了，风力无法识别风向。那么就算风来了，不也没有用了吗？那怎么办？这可是唯一的希望了。还不能放弃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去看看有没有转动发电机的办法。是啊，也许我们还有希望。至少要试一试。好吧，不过大家要抓紧时间，马上就要起风了。是，小娟。好像没电了，我感觉现在已经走不动了。你说什么？就在刚才，我把电量分了一些给波斯提。别管我了，你们快去吧。你确定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，马上就要起风了，再不抓紧就要错过机会了。好办吧，我们一定会回来接你的，就在这里等着我们。我会的。风车的朝向都是错的，看来我们得手动调整风叶了。海莉，能做到吗？没问题。海莉，你没事吧？糟糕，我的电力也不够了。罗伊，把我们的电力分给海莉吧。好的。不可以，那你们就都动不了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考虑别的方法了，只能这样了。海莉，你可以吗？我会努力的。好了。海莉，马上就要起风了。怎么不转呢？是我弄错了吗？转了。哇，来电喽！海莉，你真棒！哇，成功了！发电机终于转起来了。安巴。好了，还没有，别太担心了，应该马上就会平安归来的。哟吼！啊，看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
海莉，怎么样，我帅吧？螺旋桨哪里去了？这个车轮又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嘛，这是个秘密。还说什么秘密？还不赶快给我站住！海莉，站住！你等等，朋友们，海莉，原来在跑道上奔跑这么好玩。哟呼！没事吧？我的尾翼好像断掉了。什么？海莉，海莉，你真是的。起来了，我的身体真的飞起来了。呀呼！朋友们，快看我！呀呼！我这是在做梦吗？不是，不是梦。白龙阿姨，你看，坎普正在空中飞呢。什么？哎，白龙阿姨您好，今天天气真不错，对吗？真不知道今天大家这都是怎么了。坎普，快下来，看上去太危险了。你快下来吧。我没事，安全着呢，我再飞得高一些吧。耶呼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救命啊！坎普，然后呢？安装上新螺旋桨之前，海莉只能待在这里了。因为没有螺旋桨，海莉无法飞。无法飞的话，就不能变身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！不过海莉，你的车轮是谁给你的？我用我的螺旋桨跟坎普换来的。坎普？坎普竟然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。唉，反正新螺旋桨快到货了，在此之前你安稳地待在这里吧。百乐阿姨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小俊，坎普安装了一个奇怪的螺旋桨，在天上飞着飞着突然掉到仓库屋顶上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朋友们，孩子们的情况十分紧急。别担心，小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哦，来了。白乐阿姨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朋友们，快来救救我！安巴，你铺一下安全气垫。罗伊，你准备一下吊车。好的。坎普，冷静一点，后里得快点才行，坎普马上要掉下来了。快到了。Holy， 怎么了？伙伴们，我无法靠近坎普，因为我如果再往前一步，屋顶就要塌了。朋友们，海莉，你马上把坎普挂到吊车上面。坎普，没事的，坎普。罗伊，慢点往下放。好的。好了，我得救了。丹尼，你看上去和真的救援队员一样。真的吗？本尼，
我们去码头看看好吗？为什么？那里说不定有需要你帮忙的车呢，要是看到有遇难的车，你就可以帮助他们了。这么说，我现在成为一名真正的救援队员了？哇，很好，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救援队了。我是全世界最快的 Polly。 那我就是安巴。我是罗伊。福尔摩斯救援队向码头出发。出发。帮帮我！自动普哥哥，帮帮我！看来遇到麻烦了。怎么办呢？大家别慌，这说不定就是我们的第一项任务。先过去看看情况。是你们呢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你们来的正好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动不了了，你们帮我叫一下救援队好不好啊？报警吗？不需要报警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请您稍等一会儿，我们会把您救出来的。本尼，开始吧。知道了。你要干嘛，本尼？太重了，一点都拖不动。本尼，你还是赶紧取下挂钩吧。知道了。怎么办？取不下来了。什么？糟了，桥马上就升起来了。赶紧叫救援队吧。知道了，走吧，陆迪。紧急呼叫，紧急呼叫，蛋骨和本尼被困在吊桥上，但吊桥升起来了，请大家立即赶往吊桥。是，小军。本尼，别乱动！求哥哥下救！救命啊！怎么办呀？来了！我救命啊，波利！罗伊，必须阻止桥降落。好。嘿。哎呀！脱险了。海莉，把本尼拉上去。好的。波利，缝隙太窄了，这样没有办法救出本尼的。那我们再抬一下桥，你趁机把本尼救出来。知道了。得救了。山路真的很不好走呢。小娟，什么事？波利，
马克，刚才充电站报警说发现了疑似波切的车辆逃离。什么？如果那辆车真是波切，他肯定会逃到森林里去的。好的，我们马上搜索森林。如果你们需要帮助，请联系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尽力配合的。好的，谢谢波利。看来我们必须协助他们一起搜查了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反正波切会到这里来的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波切现身，然后把他抓住就行了。但是我们的对手可是波切，我担心朋友们会受到意外伤害的。在这里等着，抓住他就等于瓮中捉鳖。海莉，发现什么没有？没有啊，找到了。波利，波切刚才进了森林。将位置传送给我，大家加快速度。马上站住！这些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竟敢来妨碍我！哎，大家当心！伙伴们还好吗？别担心我们，赶紧抓住波切。好的，海莉，快跟我来。放心吧。嘿，站住，波切！切。难缠的家伙，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，山岳救援队也在追捕你。真搞笑，他们已经被我打败了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波利，小心，下面是悬崖。什么？别动，我把你拽上来。救助完毕，波利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多亏你们帮忙，否则波利就危险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不过现在怎么办？罗伊和安巴也受伤了，波切也跑掉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发现了波切的藏身之处。什么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我们其实是想自己去解决这件事而已啊。没错，而且我们没有想到你们会遇到这样的麻烦。哼，这太让我们心寒了。海莉，他们也是有苦衷的，现在知道了波切的藏身之处了，我们赶紧去那里看一看吧。现在开始，让我们齐心协力解决问题。就是这个洞穴，好像还没回来呢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，我在洞穴附近做了记号，这样波切来的话我们就能知道。不错。哦，波切出现了，请大家各就各位。就是现在，波利，波切。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想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布鲁姆斯小镇救援队的波利。就此收手吧，放开我。臭家伙，好久不见，波切。你竟然抓走了无辜的小鹿，这次绝对不会让你逃脱的。用这种小细绳子怎么可能抓住我？朋友们，马克、巴奇、波利，没事吧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快去追波切。想抓我有那么容易吗？站住，波切！这次你不可能再逃掉了。我们不会退缩的。罗伊、安巴，来的正是时候。这帮家伙真是……让开！再不让开，我就发射武器了。偏偏这个时候。哈哈哈！赶紧束手就擒吧，没电了你也跑不了多远。嘿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束手就擒。站住！不去！帮帮我！愚蠢的家伙，自己挖坑自己跳！快把我拽上去！把我拽上去！嘿嘿嘿，似
斯库比，今天晚上我就要弄个明白。没什么异常嘛。出来了。跑得这么起劲！哦，斯库比，危险！哎，这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。这次是惊奇路，这么看来和斯库比白天描述的梦境是一样的嘛？在梦里，我经常会惊险地走过猫头鹰森林的铁桥。还穿过一条充满荆棘的小路，不知不觉的就走向一片沼泽地。哇，接下来就是沼泽地了，斯库比！停车！斯库比，快停下！不能这样下去了，停车！斯库比！天哪，他正在睡觉。抓紧时间，嘿，这，我们必须在斯库比醒来之前完成救助。安巴，你给我们喊一二三，我们同时发力。知道了。海莉，帮我们照亮事故现场。知道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喊到三，一起亮。一。一二三大家救命啊，斯库比，这是噩梦，斯库比抓紧精神，这不是噩梦。什么？你说这不是梦？斯库比，安巴，你陷入沼泽了，我们正在救你呢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刚才明明是在做梦呢。斯库比，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的，你要相信我们，再坚持一会儿。知道了。罗伊，我们重新使劲往外拽。好。什么？梦游症？梦游症是什么呀？梦游症就是睡眠中爬起来行动的一种病，它一般发生在压力过大或者睡眠不深的人身上。哇，难以置信，我还以为是做梦，原来都是亲身经历的事实。难怪你身上会有那么多不明原因的伤痕。原来他们所说的斯库比每晚出来玩耍的传闻也是因为梦游症哦。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一周以前吧。那天早上因为闹钟坏了没响，所以我睡过头了。我要迟到了，我担心孩子们上学迟到，心里特别着急，所以我拼命地往停车站点赶。那次事故以后，我就开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。那天要不是闹钟坏了，我就不会迟到，要是没迟到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。好像就从那时候开始做噩梦的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每天晚上出去瞎跑的话，别担心，斯库比，梦游症是可以治疗的。真的？当然啦。
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。哦，天哪，差点出大事！怎么了，特里？没什么事，就稍稍碰了一下而已。小心点哦。知道了，还是快帮我卸货吧。哎呀，有个弯道，看来得减速了呀。怎么回事？停不住了。今天要送的包裹可真不少啊。快闪开。怎么这么倒霉啊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明天再来。好。让一让！天哪！哦，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。嘟嘟嘟嘟哒哒哒哒，嘟嘟嘟！快让开！对不起，谁来帮我停下来？天哪，出大事了，我得赶紧去报警。有电话。您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你好，凯普。小军，不得了了，特里很危险。怎么了？可以说的详细点吗？紧急集合，紧急集合！特里一边喊着帮他停下车，一边在镇上疾驶，可能是刹车出了问题，请大家立即赶赴现场。是，小军。搜索一下特里的准确位置。知道了。谁来救救我呀？找到了。伯利，特里驶离了高速公路，正往石头桥七号路开去。知道了，海莉。伯利，我们从二号公路走，这样能更快地到达石头桥七号路。好，我们走二号公路去截住特里。海莉，我们在那边等着你。你继续跟踪，观察特里的状况。知道了。特里，海莉，我停不下来了，快救救我！别担心，特里，救援队正在赶过来呢。你要冷静，稳住方向。知道了，很危险，特里正在下坡道上。收到，罗伊、安巴，准备好了吗？是的。闪开！准备。特里，现在没事了。太好了。
你肯定以为总有别的路可以回家是吗？凯普，你回不去了，更不要说开什么派对了。我们到了，威勒爷爷。谢谢你，凯普。不用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慢走。得快点回去准备派对喽。什么时候封路了？没办法，只好走隧道了。全天都要施工，这下可糟了，那边封路了，这边也走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对了，那就走海鸥崖好了。嘿，看起来好险呢。我怎么也爬不上去了，谁来帮帮我？有人在吗？到底搬到哪儿去了？哦，找到了。斯普奇，你搬到哪里去了？好消息，我找到斯普奇的家了，我把请柬给他送过去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回总部了。凯普，你现在一定是急得不得了了吧？斯普奇。海莉。哎呦，终于找到你了。给。这不是凯普发来的请柬吗？是啊，昨天波斯提去送件的时候发现你搬走了，所以就没能交给你。原来是这样。凯莉，出大事了，我好像犯了个天大的错误。什么错误？就算再怎么生气也不应该开这种玩笑。你说凯普会去哪儿呢？应该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还是去海鸥崖那边看看好了。海鸥崖那边？我要是凯普的话，为了不迟到肯定会走那边的。我自己看看好了。等等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那里经常会有落石，很危险的。你在这里等我吧，一会儿见。啊，海莉，拜托啦！凯普，你在哪儿？凯普，快来人呐！找到了。紧急情况！紧急情况！出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刚才收到海莉的报告，她说凯普在海鸥崖出事了，请大家立即赶往现场。是，小娟。海莉，我好怕呀！别担心，救援队一会儿就到了。别担心，凯普，我们马上就来，你们两个再稍微坚持一下。知道了。听我说，我下去把卡住的轮胎试着挪开，你们负责把凯普拉上来。知道了。罗伊，安巴，拉住。没问题。好的，那我就敲碎岩石把轮胎拉出来，开始喽。拉吧，放慢一点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